预备都设立干了，大家平安。谢谢各位来莅临我们下个午离别演唱会，真的很感谢大家，因为在这一年当中，我们都有都是在百忙之中这样子，所以说谢谢各位来参加我们这个离别演唱会，真的很感谢。我们所有的族人来参与，谢谢。王元娜，还有副会长，副政策，还有很多的委员啊，福利干部，大家平安。好。来，我们讲到两块重要活动中心啊，对吧？那这个场面呢？就是这个啊，场合非常的良好，什么东西啊？对，就是下周的男女青年们很爱搞这个活动，是不是纯粹下周要啊？等到今天主动在家做，不管是孩子、孙子什么做，哎，啊，能够啊集中在一起，还有其他可能也没有到，还是什么原因？也没有接到通知，但是有这个人马，我想宝鸡这个同乡会，就这一次到现在非常的进步，原来我阿登无关了，满了非常的高兴，大家平安。
Hallelujah.